再来，这个主管位也比较特别，他还多了一个保险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我的秘书，所以配一个保险箱，让他方便存放东西。整个保险箱采用圆滑边角的设计，烤漆也非常细致，黑白色的简约风格，也能让这台保险箱快速融入各个环境。密码按键隐藏在中间这个幸运草图腾内，启动之后，你可以使用密码来解锁，也可以使用指纹来解锁。面板采用的是热感应式的设计，密码按键不会轻易磨损。而这台保险箱小白，我们买来放在秘书的位置，一个就是秘书身上其实放了不少公司重要的机密文件，或是老板的私人重要物品，这台小白是必须的。反正买保险箱到发艺金库就对了。